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浩仔谈梦。说到目前梦幻西游最火的召唤兽，非须弥加金台庙地的双特殊宠莫属了。近日有位玩家把七技能双特殊的化魂打成了六红，只剩一个蓝书强力就不敢再打了，以16000的价格摆上藏宝阁，而如果打成全红的话，至少可以卖35000的高价。于是就有主播想要搏一搏全红，然后就有了接下来的精彩时刻。这只宝宝一万，打成了13000啊，打成了13000，来的喊我啊，来的喊我，你别跟我说贵，10000拿过来的，全红了，给他13000，死了就按10000算啊，分五份，打全红，他批子10000卖我，如果咱们打到全红了，给他13000啊，打死了就算10000啊，全红价格打底35000，打底。我已经找到一个商人33000秒收了啊，就是说不用控制期直接打钱的33000，这还只是商人价格啊。人是没位置了，虾哥跟那俩哥哥俩干了，给我稳住啊！我操，一本书20000，磊哥给点面子，给我三分薄面，三分薄面，磊哥只求掉奖励，一本赚20000多。很慌，落这儿，出去不一致落这儿，啊，一致落这儿。高神也是落这儿。给我进去！前推了，法爆，循环起来，哎。没有一丝丝回忆。法连法爆赌的就推到这儿吧，起码前面没有重要的书。法爆啊，稳住，闲墨迹，你别看一致，好慌，高神红，437，不好说，没有法修啊，没有法修。我操，爆了503！没爆435，不好说，兄弟们，稳住。290，我操你妈，虚弥可能够呛了，虚弥可能够呛了。虚弥可能够呛了，我操，裂了，兄弟们，裂了，我操你妈，裂了，家主签字吧。喵，你加完属性点应该是秒600多才行了，大哥们，对不起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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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